진영아치! 你走吧，你要干嘛呀？放了他！哎，那也太便宜这小子了。败坏圣龙拳的名声虽然可恶，但也不是死罪。他可是要杀我们，我们不是还都活得好好的？我们能活下来跟这小子没关系啊。吃的。预告太短，不够看，想获得更多剧透。 欢迎关注腾讯电视剧微信公众号，get更多剧情。微博搜索"腾讯看电视"，还有明星签名照和剧集精美周边等着你哦。